你好，Chinese Reading Practice. And today this paragraph about 季节 season and climate in Beijing. So Beijing 的气候。So 40 seconds for you to read by yourself first.现在我读。北京一年有四个季节：春天、夏天、秋天和冬天。北京的春天天气很暖和，可是常常刮风；夏天天气很热，最高气温40度，有时候会下大雨。在夏天，人们最喜欢的运动是游泳。北京的秋天，天气不冷也不热，很凉快。山上的红叶很漂亮。很多人喜欢去爬山。冬天很冷，常常下雪，最低气温-10度。人们可以滑雪、滑冰。OK，再读一遍。北京一年有四个季节：春天、夏天、秋天和冬天。北京的春天天气很暖和，可是常常刮风；夏天天气很热，最高气温40度，有时候会下大雨。在夏天，人们最喜欢的运动是游泳。北京的秋天天气不冷也不热，很凉快。山上的红叶很漂亮，很多人喜欢去爬山。冬天很冷，常常下雪，最低气温-10度。人们可以滑雪、滑冰。Okay, just the two words want to mention. So here, 滑雪 skating and 滑冰 ice skating. Okay, and that's it. See you next time. 再见。